Dota 2 skins and play on the following game modes. They have Jackpot, Crash, Roulette, Trade Up, and Hilo. All of these game modes are ensured with a provably fair system to ensure all of the games you're playing on are fai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hecking out Gamnom.com, make sure to check out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Hello, I'm Sumia.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请大家继续支持Sumia Office。 我在想，这个版本打多了一的话，就直接相位，直接相位雷锤，相位封脸雷锤是不是很厉害？是吗？相位封脸雷锤转大电，然后再直接做过晕锤，然后晕锤之后直接一个银月之金，然后 A 账 BKB， 现在二技能是永久的了，以前二技能它要切换，所以有的时候是比较坑爹的。现在还可以，现在性价比挺高的。 我操，人也太多了吧！操，四个人，不爽。好急，好急，好急！急有什么用呢？躲得了吗？ 封一下，感觉可以杀呀！哦，还给，还给，奈奈！啊，怎么还被偷了个波啊！我操！哦，老逼！我操！可以杀他，他找死！不，他找死！ 他找死的，我随便宰他，我两拳干死他，兄弟，回头。看，还有谁？ 找死！我靠，还想跑？开个相位鞋跟上本体堵一下，再跟一下，直接 A 死，真就这么想跑？跟着 A， 小熊继续跟着 A， 啊，差一下 ，OK， 直接 A 死，随便打。 这小熊拿这个吸血鬼也太厉害了吧！晕！哎，我操！随我们这个配合，我操！他被帕克大度，一个吼直接晕住啊！这个老逼直接被干死，好急！
找死啊！你跟我打，凭什么跟我打？凭什么跟我打？没圣剑，双倍，双倍攻击杠。飞起来不含糊的呀，够够够，麻烦，不跌啊，加攻击的，这个是每升一级加五点攻击，攻击很高了，我感觉新版本熊攻击很厉害，因为你上线买，别跑呀，别输出康康呀，别跑别跑，别跑了呀，看到还跑还跑还跑，有什么好跑的嘛，别跑了，操！真的就不跑，真的不跑，牛逼！这是自寻死路。招熊被打，你的小熊被打的时候是没法招熊的，你们太晕了呀，小熊被打的时候没办法，这个这几个逼在遛我，遛住了就没有用了，勾一下，勾一下。我操，这么多芒果，圣诞树吗？
你妈的！我操，这版本的龙也太厉害了吧！操他妈变态啊！小熊一打五。走走走走，各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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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管，别退了。变态啊！我操，这你妈33分钟直接推平了吧，对面？这对面还玩个屁啊！家都没了，太变态了，对面，真的变态。又没这么厉害，我操！这两下把这个逼拍成什么样子了？杀人也太快了，兄弟！我操，德鲁伊有多厉害你也看到了，好他妈变态啊！主要是打不到人，所以输出低。对面又不给老子打。啊！控熊人死！啊！控人熊死！靠！等他活，等他活。粉色就是主要用来拆家的。小熊没晕水好弱，是。小熊没晕水太弱了。
这个漂亮，可以的，上一点，马上跳刀，跳刀我就出来带节奏。 你没吃经验值吗？我在晕，刚才晕，哎，死了，不好意思。没问题。Fuck you！如果全部开大，我操！哎，路不在，这波我们五打四。 你逼我的，跟我没关系啊！我不想打你的，不要留我，找死我吧！ 哎，掉了个宝贝，哥们。 掉了个宝贝啊！好东西，我操！沉默打击，还他妈溃烂的，多平白无故多了个闪失刀，我操！<音>
对啊，他妈！看看我的力量！好，来一波。逗我呢。要切的，打起来的时候，我把引刀挂上来开了之后，立马带上阿灭，直接 BKB 平推了。专门要切的，或者说我小熊我没血的时候，我把那个吸血面具换上来给他吸个血。Thank you.